范文涛，记录裁判员王向伟、王景星，运动员肉丝买买提、单宏宇。现在比赛开始。单宏宇，肉丝买买提，请双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肉丝买买提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熊猫直播 TV 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第一阶段96-48双败淘汰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着浅色上衣的来自新疆的球手肉孜买买提，对阵屏幕右侧着深色上衣的来自吉林的球手单宏宇。比赛采用17局9胜10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比赛开始，第一局肉孜买买提开球。肉孜买买提以前的中国职业斯诺克球员，现在也是下来啊，转到这个中式八球的赛场。犯规，上来大力的炸球，但是白球呢是掉带了。把手机调成正面。先后自由球。先后自由。单宏宇来自吉林，先来看定颜色。一上来呢，15号开始想打，但是一看到屏幕右边中袋啊，下方呢有一个10号球贴扑球，所以换了。一打一 K， 7号球解出来，不过现在在进攻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空三，有点后斯诺啊。好球，把这个杆球太准了，有点后斯诺，而且还打进，还是一个长台，对，还发力，真的是准。刚才这个杆球实在是太准了啊！6号球，2号右边中袋啊，强行的可以用中低杆往下蹬。这本身也是单宏宇的一个特点。特点对。白球走多了，能不能够轻轻的推进，并且白球呢撞一下14，停住，交回八。抬高杆尾下低杆，这准度要求更高了。自由球。
上来自由球也是在考虑这个边扣球有没有把握。十秒，五、四、延时。直接帮进，摆球往下放，十三、十一做防守。哎，太轻了，黑八，感觉上右上方底带有可能是够下了。第一局单红宇胜，一分1-0。第二局单红宇开球。球均带，也满足快球过线的次数。我们来看一看选球。单红宇的打法就是以进攻著称啊。如果说把这每一位球员像玩游戏人物一样数值，哎，进攻、防守等等，那单红宇的这个进攻数值应该是爆表的，就是战斗力，对对吧？华丽，嗯，这看法确实非常华丽。这主球出现这个小西裤的效果，画出这个大弧线。华丽的同时，这个黄衣又撞到了边裤上。再来，反角二号。在上一盘有过类似的角度啊，主球落袋，这回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落袋是可能性可能不会大，因为这个方向刚好对方球比较多，关键是准度上要求很高，不会好打。打黄衣啊，要不要做防守？右子买提上手，右子买提呢，出生在新疆的库尔勒，他曾经是2010年的中国职业斯诺克巡回赛张家港站的冠军。在当时的比赛，他连续战胜过肖国栋啊、于德洛等名将啊，在决赛战胜的是曹宇鹏。斯诺克上也是曾经有过一些建树啊。哇，这单红宇今天这球感觉抡开了，完全是拉开架势啊，就是对攻银河粉碎拳。
何时可见天马流星拳？是不是一说银河粉碎拳或者是天马流星拳，又有年代感了？对，想起童年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动漫是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身上有七个伤疤的男人。这个有没有看过？有，太有了啊！包括还有，越说越多。嗯。看看白球，哎，在撞。一上来是先撞了十一薄边，然后又撞到了十二号啊，没有上去。跳杆，那左边边控向上解的话，这个位置中带还是就带口有点碍事儿。哎呦！啊，这个球，世界波呀！灌篮吗？难道说？这太厉害了，这个。这么远，跳砸两下，感觉应该是，就跳起来砸非常准，而且还做到八号球，又砸一跳，砸第二下回来了吗？白球，粉碎了。第二局单红宇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肉孜满满第一排球。开球时机。重开了，应该是。重新开球，重新开球。确实没有什么可打的啊。嗯，重开。第三局，单红宇。这球星很有意思啊，张指导。下方，哎，五桶小球队。嗯，这个刚好红三的位置是红颜色的啊。对，不然的话说错了容易别人挑你的。是的，对，这五桶是什么颜色？中间那个位置，对吧？我多敏感啊。
这啊，严密的防守。但确实上一盘的这个长途的跳膝啊，跳球啊，跳杆，嗯，还真的是。自由啊，没有碰库。给打九有机会下面带一颗。那么远的跳球近带，还是很少见，相当罕见的。而且是二级跳，嗯，因为力量比较大啊。然后呢，白球有二次的弹起，再过来又砸了目标球，证明说，这杆球首先是直度非常直，然后呢，白球中心点打得非常准，它不会向左或者向右。双方十号球继续可以下低杆横向走，然后留中带，十一再向下。看角度啊，一点点角度的话，可以利用高杆从黄叶里边走。准度。高杆推弹起来就是右边中带，始终不给对手机会。嗯，这准度稳定性还是相当高的啊。第三局，珊瑚羽胜，比分3-0。第四局，单红宇开球。开球失敬。吃鸡啊，继续击打。马文提这边是选择了继续进攻啊，双方的开球吃鸡各一次。一打一 K， 看白球，这个位置呢，缝隙左下方15号，上方10号球距离还是比较近啊，而且是探身的去打，手架位置也是有些别扭。还是要打，小心手架，出杆要小心，不要连击。15号左下方底带刚好合适啊！打完15之后呢，利用低杆横向的，也可以向屏幕右边去走，然后叫13就可以从上往下打9，叫11从下往上 K 9的话，这个位置感觉还是容易 K 出问题。哎，滑杆了。还好是碰到球又碰库了。
延时。需要一杆准度。怎么防守？还是很冷静啊。对，不冲动啊。对手也不是能力比较差，水平不够。还是十五号，好球，这准度啊非常好。左边继续，中带推过来，可以叫九往下打，然后再打十三上去。就这杆防守已经做得相当好了，白球靠库边，长台进攻。假小心，确实你比分领先三分啊，主要源自于你自己的超强的火力的压制啊。那就是买买提这边就一旦把这个状态放开的话也不弱啊，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啊。可以继续再利用中低杆往上蹬啊，有角度。这两位球员的球风都接近，比赛好看。哪两个？接好，接好。第四局，洛兹买买提胜，比分1-3。谢谢。第五局，肉孜满满踢开球，马上给你打。同侧的这个右边看看横向的带口球能不能看得到，不然的话下方十一号中带。中带打进白球过来，小心不要掉带，没有问题。那再进攻的话，一号八号球封印中间，右边有个十号球，下边十二号是很大的反角。十号可以高杆推两库，争取交到十二号。还是要带一下，看看效果，再走。还可以，还可以，
上方还能再进攻14。低杆，他量这个位置，这一杆的难度就很大了，很考验他。首先是准度，然后下低杆，多少还带一点点的右塞，出杆的稳定性。手架位置还有点别扭。再走，看他起来这个位置怎么样。差了这一点点，多了这个，但准度已经控制得完美了，已经是非常好了，真的是非常好了，关键是力量。确实两个人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毋庸置疑。打包边，争取白球起来贴住12号。还可以啊，基本上坐上斯诺克了，但是从屏幕左边向右上方解啊，是3、1、7，这种球最好是解啊7号球的位置。是的，奔着七去解。解好了之后还能反坐，解整颗解厚一点。看红三。这个位置有没有挡住进球点？9号球还是可以打，关键是看这条线过来够不够。至少可以组合啊。嗯。如果说山红宇他自己看准的这角度啊，白球都有可能扫库边啊。看他自己判断。黄一能攻，不过这个角度不合适，而且白球向下是不太好，直接去 K 二，多少要顶一下黑八。现在看一看是打红三横向吃库过来再去 K， 还是打五从下往上兜啊？打五从下往上兜，只要 K 到12号的右半边，基本上白球就会出来，最差。红三还有上方的6、7带口球，哎呦 K 的太正 ，K 到右半边是肯定有球的。直接啊，直上直下的去解6，大概奔着我们这个比分3号啊，这个方向稍稍靠左一点点，从下方直接往上解6，延时。如果能解好的话，7号球、2号球还可以挡住左边这条线，就是出杆的位置呢，对手12呢有些碍手。还是要横向解，
稍微打后一点，顶低杆，顶左塞，叫十二号左边中带。第五局，肉孜买买提胜，比分2-3，谢谢。第六局，单宏宇开球。来带，右下角刚好还是有下。过去杆球的话，角度有点略略往上。白球看力量，四号球还需要再拼，并且角度也是向下的，小发力从下边塘沽边再上去，好球。现在要是看偏五还是偏六，六号，右上往底带，没问题，再起来，这角度还需要下低杆啊，力量放轻。这是怎么今天老跟自己过不去？又来一个。那这个能不能再有个上佳的表演啊？当然，本意肯定是不想做斯诺克的。嗯。还是要避免这种无谓失误啊。嗯。本身主导着比赛，准度前面都做得非常好，最后因为这种的衔接的问题。不应该。13号有机会打进，同时呢，将10号跟11的位置带一下。
好球，这样的话下方局面打开了。左边中带没得打的话，下方带口十四号可以高杆打进再弹起来，利用一点点右塞高杆。稍稍有点过头，再来调整。十五带一些中低杆啊，可以走两库。好的话打十一，如果说叫左边中带的话，角度不合适，可以停在这里啊，叫十二球左上方底带也可以。想叫中带，那白球肯定是这角度要上去再下来了，不然的话单纯的打进可以往上走一点点，然后再打十从下往上，还是需要再过渡。上去下来能不能叫直，还行，利用低杆让白球不要走太远，可以把右上方底带，第六局肉孜白买提胜，比分3-3，谢谢。七局，肉孜买买提开球。出现问题，非常近的一杆球，不好看下球点。厚了一点点，
左手也是没把握，换加杆。十秒，延时。好球。那这样的话叫到了十号，如果说十二号球啊，左边中袋是不太好进的，那现在这个位置可以考虑用十号球去借，这样的话将十二号球也是能够解活。并没有去借，看这个样子，后面这十二号还可以较近一点去打。再走，多了，力量太大了。你要强制性的包球，主球又到一个失控状态。力量不要太轻，你想法是对的啊，闪到右侧来，但是角度很难的一颗球，对，差一点都不行。要不要中袋接力？有这个球叫了个翻袋、啊，直接翻呢。其实以他的这个球叫到下面来，中袋接力也很好打。嗯。五号球有机会可以借，八号可以叫中袋。七局上红雨胜，比分4-3。谢第八局，单红雨。开球失机两次。继续击打。两次失机。后面张宇必须大力炸球了。现在也给出了两个人实际的数据啊。
满百提这一边是一次，单宏宇这边是两次。选单色球，左边红三中带可以进攻，啊，看角度，可以尝试再去调整七号球右边中带。那白球需要往左边走一点点。整盘球屏幕下方的这个五号啊，包括中间的一四的一个小范围走位啊，也是要求难度比较大。反复再看。下方留哪颗球，直接下来找球去带。再看线路，二号球打进，从上方弹库边再往屏幕左边去走，争取可以有机会去带到十一号跟五号的位置。翻中带，如果能够翻进，白球利用低杆不要走太远，还能够再打四，继续来完成清台。这两位选手打得非常刚猛啊，一个赛着一个准啊。第八局肉孜满百提胜，比分4-4。第九局肉孜满百提开始。看中带有没有这个自然角啊，给传。好球。看上方十四。在满百提的眼中啊，只要有机会我就要进球。嗯，想进攻。不会想太多其他的这些什么啊，失误怎么样啊，其他的杂念都没有。一心都扑在进球上。一打一带啊，嗯，勾一下，
力量非常重，并没有抓一个非常细腻的 K 球、啊、对，大力 K， 还是要拼左上方头球，再过来能不能带到？带到了，十三。左边中带十三只能看见半颗吧？嗯，十一应该是挡住了进球点。再瞄十一有没有机会接力？接力对，相当难。已经很好了，非常像啊。嗯，展示了各种进球技巧。看肉丝麦麦迪这边还能不能再准下，前面已经表露过一些超强的准度、嗯、以及各种有创造力的进球的方法。跟单宏宇这样风格的球员比赛，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跟他一起对攻，就不管输赢啊，非常爽快啊。是的，果然这又拼进了，值得掌声啊。就见高人岂能交臂失之啊，大家以切磋探讨为主。你既然这么开放，那咱们就一起来。对，打台球为了什么呀？对吧？不就是为了进攻的爽快？嗯，刚说着，中带不爽了，出问题了。是的。球的这角度啊，稍稍有一些小。哇，往里升灌啊！这个球打的真是啊，硬塞进去了。这个球力道还非常大，白球自然有向屏幕下方角度。所以从这个球看得出来啊，你所有的球不进。贴过球不进，不是因为你力量大不进，是因为你们还没打准。当然，如果允许的话，尽量的还是要把力量放轻。是的，
其实刚才沙红宇这杆球他也完全可以轻推，不过个人习惯于发力的这种方式。加杆，最好能留一个舒服的角度啊，避免用一些强制的杆法跟力度，特别容易出问题。对，哎呦，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比较直的，对，总是自己挺别扭的，对吧？老是这样就容易出问题。没错，差一点打进啊！你是留了一些后手，我放到这个角度、这个位置上，你很难打进这个七号球，除非你神准，那没办法。那如果说这一杆我打进了之后，十一号就可以前进，我可以拿分的，所以这一杆值得买买提去尝试。那就看沙红宇了。没有选择大角度的包球，选择了一个反向的翻中。感觉这一盘的话，有可能又要丢分了。是的。底带打进，左边中带可以继续来叫黑八中带。机会留给沙红宇。比赛时间已过半。哇！爆杆，准度超级好。嗯。5-4，官方暂停。沙红宇胜，比分5-4，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单宏宇开球。这杆冲球啊，冲球杆像弹射啊，爆发了最大动能，把球力量非常大，嗯，把球形炸开了。上手可以传，看这个架势还要发力从里边再去勾对方花球，再 K 进两颗，这五号球过来支援了。效果好球，嗯 ，K 的不错啊，还可以打七号再去轻轻的撞一下十二号。看样子四号球左下方是完全够下的，不需要 K。这两个球角度就很关键了。黑八目前上方两边你的感觉上应该是都够的，不过你要叫到屏幕的左边打右边你的十五十四甚至于上方的十三号球都是一个障碍，所以说后面的这杆球角度很关键。再走，那么涉及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走到十三号的右边打黑八右边底带，或者是叫到黑八的右边打黑八左边底带，又出事了。感觉今天这个单宏宇后面叫黑八的斯诺克还是比较多呀，最少三杆了，关键球出现一些障碍。好球啊，力量再大一点点都有可能停到袋口了。买买提上手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好进攻的，打十五做防守用十四号倒是很好做，但是自己的十三号的这个位置后面还是问题。还是要打包边，把球弹右边的边库向屏幕左下方来放，连打带跑啊！再来打包边，弹回来做防守。只要跳，
时。敢长台的跳杆，而且是薄球。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效果，对方有颗花球贴到了屏幕上方的边库上，14号，包括黑八呢，在后面进攻上都是有一定难度，会好打。看这杆准度怎么样？没问题。再来上方的边库13。高杆打的话，可以发力走两库。上往下来顶的话，要注意八号球要避过带孔。没必要配，这么选择是对的，单独交位就好。但这球角度又留大了。小伙，中带中带。观众请把手机调成静音。自由球。第十局，单红宇胜，比分6-4。第11局，肉孜满美皮开球。稍稍带开了底库的八号球，但白球这个位置沉底了。
中袋是没打进。那这个球跑到上方也是挡住对方的六号进攻的一个袋口。左边红三，现在单红宇有机会可以进攻，直接先上来看看四号球的位置怎么样，可以打。你看这个角度能不能轻轻推到屏幕右边，叫六号球左边上方底袋，实在不赢就去 K。还是要带一下，好球，真是这个准度啊，边库感觉就是特别有底啊，打起来不管轻推还是发力，让人羡慕嫉妒是吧。后面还有一个字就不要说了，是我说忍住，真是恨恨自己没人家天赋，没人家努力啊。你这这是没有办法。嗯，所以说任何一个运动啊，你的勤奋决定了你的下限，你的这个天赋、角度感、身体控制能力啊，就是决定你的上限。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就成功了。嗯，你说我天天练，我就是世界冠军了？不可能。对，比你练得苦的人有的是。打得非常开放啊！对。第一局，张红宇胜，比分7-4。谢谢。第十二局，单红宇开球。犯规。线后自由球。选好自由，有角度，继续再利用低杆向下走，还可以啊，十二球交到位。屏幕还有最下方的难度球，与二号相贴的那颗花色的十一号。进左边叫到十三，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十一号啊，这杆是不是要直接来去带？打十三，
这盘球虽然说买买踢没有打光，但是单宏宇的左边上方附近的难度球还是相当多的，尤其是三号球跟五号球。看这杆六号有机会可以打进白球往上走，留一个左边四号球底带的机会，横向的来去带三五，就是左上方顶带。嗯，而且这杆球如果你有把握，你都可以把对方的十一号球给 K 走，但就是相当冒险啊，因为对方球停带口附近，直接过来 K， 直接过来 K 了。这种球是不太容易 K 出很好效果的，两库以上力量会卸掉。给反底接黑八粒，好球，正常推进弹起来就好了。八号球在带口，第十二局肉子买买提胜，比分5-7，谢谢。13局，肉孜买买提开球。放到这个位置，黄一左边中带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尝试啊，单下或者接力。打15，看效果。下方13还能进攻，过来看看12号相反的底带，如果有下的话，这根13可以带一点点的右塞高杆轻打弹上去。12，看这个架势是没问题啊。打12，接往回拉，这10号球中带。
直接进攻十四，角度也合适，再往回退，继续打十二较十。如果可以的话，打十号球尽量的要低杆往回走多一点点，然后打十一上去叫球，九号下来叫黑八。啊，能不能用低杆减速？打进之后让白球不要往上走太多。目标球呢，再打稍稍厚一点点。还是要走，从上边弹库再走。够直就往前推。十三局，肉子买买提上，比分6-7。第十四局，向红宇开球。局面非常开放啊，花色球就是上方的顶库十三号，哎呦，这个失误，不太应该啊，打完之后起身也过快。
十五号在白球的后面啊，不太好下杆法。有小力。这杆球打这个四号球是有机会带开五号，但难度比较大，是这意图，还可以再来带啊。拆解的很简单了，带一些力啊！白球弹边库的时候稍稍的远一点，对，哎呦，还没说完呢，稍稍白球离边库远一点，这样后面好出杆。一下就失误了，就这一个失误让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刹车球，带了一些力，中杆发力蹬下来，双方比分打平了。第十四局，肉孜买买提胜，比分7-7，谢谢。第十五局，肉孜买买提开球。延时，
这杆球柚子麦麦迪失误。而且是在这个选球的阶段啊出现失误。珊瑚宇这一杆白球调整的位置啊并不是自己的本意。球的右下方地带也是支持啊，如果角度合适的话可以借力。这球没太看明白柚子麦麦迪的意思，半个袋口。还是需要一定的准度的。珊瑚宇这一根球杆的前节呀、啊、跟随他不少年头了。对。颜色都已经很深了。避免啊，避免去K球，对，也避免这个过于复杂的线路啊。那这个线路其实就不简单，对，那二五缝隙中间啊，两颗钻出来。率先第十五局，珊瑚宇胜，比分8-7。谢谢。第十六局，单宏宇开局。
打进，顶了单色球。右上方红桑可以再来过渡啊。整盘球里边最难的一个就是右边二号了。麦麦提也是预先去量了一下四号球在左边向右边去带开二号球的一个白球位置，等于说这杆球可以先下一些低杆右塞啊，打进之后呢，尽量叫到左边的黄衣，直接过来交位。角度才正，中间也是 K 到了自己球。想拼一杆啊，关键就是刚才这杆球想直接一步到位呢，叫一个 K 球角度。回过来再看尚红宇，中袋肯定是漏了，就是在堵对方的一个二号球袋口啊，挡住。这杆球可是难打了，打左边六号球，留四号球向上角度，打四呢，直接可以现在就一到两库向上去勾，或者 K 这个二号，而先叫中带，看角度。那么如果说二号球左边上方底的还有的叫位，看这杆会不会尝试去叫。但是贴着十一号这个缝隙往上走，杆法要求也还是比较细腻的。低杆带到了，下方的十一号球，左边中带，哎，会不会碰库边？自由球，关键时刻给了杆自由，啊，打完这个人都在跟着用力啊。上边带口没得打，只能摆远距离的下方底线。这球也很像上一站半决赛啊，杨帆那一杆，中带。当时杨帆也是打一个很抓一个很轻的力，结果没有吃苦，停就乖乖停在带口。准，看来比赛很有可能双赛点了。
而且时间是足够用的。嗯。第十六局，鸽子买买提胜，比分8-8。决胜局，肉子买买提开球。双赛点，肉子买买提这边冲球没有球进，但是呢，整个球形的分布没有球相连，没有球贴库，关键是定颜色。嗯，满天星斗任我踩，唯独那颗是最爱啊。好球，准呐、啊、打进再过来顶到中带14，打进从上往下轻轻敲一下红三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多少带一点低杆敲到红三左边，往屏幕左边多走一些。而且这盘球里边的15号球也是一个问题。JK 13还有吗？变成打11号了，从下往上呢可以勾框一。好球，再来看准度。左手了，买买提这边也是没有好的进攻机会啊，对方9号就靠到库边，白球开轮，还能再打13上去再下来，因为这个9号球横向的翻中带4号这边是有所挡。
漏机会了。一样，稍稍理一些杆尾，点住。中低杆啊，带一些左侧的旋转。角度要直的话呢，就低杆往回一退，稍稍有些角度可以蹬啊，控制在这范围之内。简单了，这个角度有把握的话，主球都不用吃苦了啊，就直接做中带就好了。还是喜欢发力。本场比赛结束，入资买买提，9-8，反超比分获得胜利。那下一场比赛呢是晚间的7点整，我们7点再会。